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ed， 非常感谢我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要再来《鬼灭 2D 格斗游戏》啦。那上一次玩的时候呢，有蛮多观众喜欢的哦，那也有非常多人去下载来玩了。不过我也有注意到，有少部分的观众呢，都在说他不会下载啊。没办法，因为 Red 放的呢是游戏作者所提供的下载连结哦，会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其实研究一下就能够顺利玩了。毕竟已经有不少人都已经下载了，然后把它玩爆了。对吧？那今天 Red 要来玩的呢，是有更新过后的版本哦。那应该很明显看得出来，整个界面都不太一样了嘛。对，那我们就来玩玩看啦。那喜欢这款游戏，想来看更多的观众，记得先帮影片点个喜欢。还没订阅的观众呢，也可以按下订阅，并且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 Red 更新影片的动态喽。好的，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角色选单。那角色选单呢，也跟上一次不一样，有明显的更新过了。对，然后炭治郎有三只。那分别应该是水之呼吸、火之神神乐跟这个还在练劈石头的时候的造型，对，他还在练习的时候啦。然后迷豆子连善意都有三只欸，对啊，而且大哥也有三只，这个作者的喜好很明显哦，就是喜欢炭治郎、喜欢善意，然后还有喜欢大哥，喜欢的角色就分别给三只这样，然后其他的就跟上一次一样，对，没有变，还有音柱，对，然后这个好像是更新过的。这个好像是鬼化版本的大哥，我也蛮有兴趣的。鬼化版本的 ，OK， 我们就来选角色吧。今天我想要玩玩看 ，Nezuko 酱、米豆子，那我们就来随机选对手吧。哦，我们第一场就遇到善意，可以哦。要来米豆子对决善意了，善意你不准欺负我们的米豆子。来来来，第一场先让我练练手感哦。对，我今天是用键盘玩的，有点不太习惯，因为以往 Red 玩格斗游戏呢都是用摇杆，想说今天用键盘玩玩看。哦，善意速度好快！等一下，后退后退后退，我要蓄气，干什么？哇！先退一下，想要比看谁蓄气比较快。我去去！哇，直接开大招，不可以这样，你怎么欺负米豆子呢？你开大，我要开大，我直接踢你，直接变鬼化米豆子，哇，秒掉了，哇，鬼化米豆子好强哦！来，太猛，再一次，第一场先练手感，因为我对于键盘操作真的是不是很熟，但是应该算还好。哎呦，哇，很痛哦，你不可以这样。你这样会取不到米豆子哦，直接用取米豆子来威胁他。哇，他攻速好快哦！哇，太扯了！我几乎前面是挨打，但是他只要开到大招就是用秒的。哇！再来一次打音柱，真的假的？有必要这样吗？直接派柱来跟我打。好啦，试试看，打看看音柱不知道打不打得赢。柱等级的应该感觉更恐怖。贴过去。哎，哇哟，丢苦，忍者很帅哦，吸气，摇过来。我也知道逮机会直接开大，危险哦！哎，我踢你！哇，他惨了！有机会！哇，好痛！来，先退！哎，踢你！哦，没踢到 ，shit！ 哦，超恐怖的，住的实力就是不一样，几乎不让我有喘息的时间。哦，我这招是怎样？哇，大量的苦欸，超凶！哇，当！完了，我觉得我会被打死！哇，我死掉啦！哦，他的速度好快哦，不愧是柱欸，太强了！不行！我不能够让他。虽然你老婆很漂亮，但是我还是要送你上西天。
不过你当一个老婆给我。喂，不要不要不要再丢了，这很讨厌呢，不要把我关厕所。我挡我挡我挡，哎，先退先退，哦哟，好可怕哦，哥哥砍他，直接踢你，再见了英柱，我刚才第一场只是让你的啦，赢了赢了赢了 ，Yeah， 拜拜啊，顺利顺利顺利，我发现用键盘玩跟摇杆玩的手感真的不一样，键盘玩好容易手好酸哦，对啊，手超酸的。好，这就是我们的迷豆子。迷豆子有两个大招，一个是血鬼术的暴血嘛，然后再来就是鬼化，他鬼化之后变大那个造型，有两个大招。那我们接着来玩，我们来玩看善意好了。今天善意出场蛮多次的，来玩玩看他。哎，我们善意的第一场就遇到炭治郎，炭治郎要来帮自己的妹妹报仇了，因为刚才善意一直在打迷豆子哦。善意好像蛮强的。欸、这个作者很明显的有点偏心，你看你看，超猛的，速度超快，哇、哦，好可怕哦！而且三一的攻击很夸张哦，我只要按攻击键，他会自己瞬移往前，他不用还要我用方向键去控制，超扯的，作者偏心啊，超明显的啦。那大招嘞，来吧，吃我大招！哎、欸，没可恶，没砍到，再一次蓄气。哎、欸，危险危险！哎、欸，不要不要不要，炭治郎不要，我在试招式。哦哦哦哦，好可怕！好了好了好了，啊，好痛！哇哇哇，真是生气的炭治郎，可恶，我也生气了，哇！吃我的招式吧！哇、哦，这个好帅哦！哦哦哦，速度非常的快。画面看得非常不清楚。霹雳一闪，哎，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刚刚那招很帅，结果打他伤害不痛不痒，哎，差太多了吧？差太多了吧？怎么不是直接把炭治郎秒掉嘞？我还是把你干掉吧。差太多了，同样是大招，同样是大招，迷豆子就可以用秒的。然后刚才三一很帅，结果招式伤害不痛不痒。喂、欸，不过他有点外挂，就是你只要按攻击键，他就会贴到人旁边去。这一只真的是超外挂的。哎呦，够了，不要再来了，很痛。喂，去，那他有别招大招吗？我看一下哦。哦，没有，他只有一招大招而已。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炭治郎的血量是这样哦。我等一下直接放大来打他看看。喂，我们来看一下他血量究竟会扣到多少。你看这大招非常的帅，很华丽，喷来喷去这样。对，结果就是扣这么一点点血量而已，你就只是纯粹华丽而已啊，伤害性不够啊，很帅这样，结果伤害不足，反而普攻还比较猛，结束了，他的普攻真的比较强，那普攻会直接瞬移到旁边去这样，啊来了，刚好无惨，我们来试试看，我只按普通攻击键，有没有办法把无惨打爆？来试一下，无惨，让我打爆你！哎，这这这这，我只按普通攻击键哦，我连方向键都没按哦，狂虐，让他没办法有机会反击。你看，你看，你看，他这样完全不能动，游戏做坏了啦！这个是善意之刃的吧？这款游戏，你看他要死了，他要死了。太扯了啦，真的太扯了！来第二场，第二场，哎、欸，过去，
给他逮到机会了，哎呀好痛啊，这招好帅哦，他的那个血鞭太猛了吧，哇超帅的，刚才那一招，不过没办法，遇到作者偏心的善意，你还是要下去。好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那下一次呢，我想要来玩鬼化之后的大哥。对，虽然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外表呢还是大哥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先让各位看一下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下一次我想玩的。哇，你看看就是这样，你看那颜色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脸整个变成蓝色的这样。对，就是这款游戏的作者他所设定的鬼化之后的大哥，对吧？好了，那如果说各位有想要再看这款游戏的话，记得帮影片点个喜欢，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喽，拜拜。中から超巨大な怪獣が現れた。巨兽佐利姆。巨兽を取り込むための巨大なワームホールを作るため、二人のウルトラマンの激突で生まれるパワーが利用されていた。他给我能量了。今までの行動すべてが敵に利用されていたことに気がついたアグルは。その力をガイアに託し姿を消した。